王安旗下炮台山101 Kings Road 公开了首张价单，涉及51伙，截实的平均尺价是20,800元，最低的尺价是18,626元，最便宜的入场一房262尺，488万起，两房399尺，753万起，紧随的两房就838万起，三房568尺就招标卖，意向尺价就23,000尺，这个价我觉得是很贵。不过佢嘅户型的确好襟使，示范单位就嚟开，我哋即刻去睇下。第一间系568尺嘅三房，入门有个玄关，门后面设置咗鞋柜，再入就一个长形嘅厅，外连一个三合一露台，够大嘅可以晾衫啦。露台系用趟门，整体嘅楼高就3.45米，都够晒高度嘅。转入嚟就系浴室，白色加木色，简单其利，实用。睡房啦，都系标准 size， 2米1×2米。呢间睡房就类似嘅，都系落地玻璃窗，保证足够嘅采光。最后就主人房，用角窗，景观同埋采光都会好啲嘅。佢拥有一个独立厨房，做咗一组曲尺型嘅橱柜，同埋佢用明火嘅。我哋再比较下佢装修样系点样样嘅。入门都有一个玄关啦，摆咗张餐台。梳化、電視都擺齊曬，然後露台就冇乜更改。你見到可以企到一兩個人行出去呼吸下。玄關嗰邊就改咗張換鞋凳啦，不過我會保留翻個鞋櫃。廚房都冇乜改到，除咗個牆身，你睇個台面係夠大，都有充足嘅廚櫃。浴室就走馬看花睇一睇啦。其中一间房就拆咗，变成一个梳化区，另外就保留两间睡房啦。佢咁样整起上嚟都 OK 嘅。佢拆咗几多嘅间隔墙去变成柜身，所以都可以参考一下。之后我哋睇下436尺嘅两房，呢边就系露台位啦，用趟门入嚟就一个长形嘅厅，楼底就比较高。佢呢个户型基本上冇乜玄关位，都系独立厨房，几方正同埋几大嘅。整个客饭厅摆位，你见到下面的图纸都给了一些指示你。睡房就标准 size， 2米1×2米。浴室就 OK 的，用淋浴的，几实用的。主人房这边比刚才那间睡房大了一点。我们再看一看它装修版本，都有个露台入，梳化电视，用餐区，没有走廊位就很实用的。厨房都冇乜大嘅改变，睡房佢就做咗一个榻榻米嘅设计，浴室都系走马看花啦。主人房你见到摆晒衣柜啊、梳妆台啊，其实都有足够空间。